大家好，我是天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克的大冒险。哦，好，冲啊！这么大一台，我哪打得赢啊？我只跟他拳头差不多而已。抬到岩浆，可惜。又是你。原来我不是双死，冒险家那么厉害，应该可以吧？而且博士要有神力。我要足够大条吧，跟他打。没有，那个红红的标志就代表附近有神器。怎么还有这一只？变小了，我还是觉得很可怕。Looks like that rock ball has you blocked. Care to hand over that big heavy key? Oh, this key? So sorry, but no. I do have this for you, though.哇，毒神器中了。The poison relic is now deep inside. How does it feel? Oh. 真的大只了，比较好打。See you later, if you survive.逃，I won't last long at this rate. Better find more relics before I melt away to nothing. 我现在呈现弓弩状态，我一直扣血。大只哦！我先看看他的武器是什么好了，我不太记得他了。
出了句子，一刀墙角还不是一样啊，哈哈。啊，我是不会自己再重新压缩，安娜科就笨笨的啊。应该是说，这个游戏本来就有很多吐槽的地方。不知道对那一次完全没有印象。我可以确定啊，是挥完两下就是攻击的时机。好漂亮，可以再抱一次吗？我可以不要吗？好像我不要了，还是会再抱一次。那我刚才打赢这只真的就只是运气好。走斜一点好像就比较容易了。大卷满了，那就这样吧。好了 ，The key is ours。真的很会偷跑、啊。那个敌人从头到尾都是打不赢他，然后就老跑。别跟他比拳，用快速近身攻他中路。三回啊！我不是中路，我上路的。看看我的宿舍吗？
我快死了。Knack, you must get the key back. There's no telling what will happen if they use it. Oh, 这么多是吧？这是不是比第四关还要大？躲到没有地方躲。后面还加两只。可能啊，太强啦！只好放上大子。No！ 哎呀！完了，我卡住了。哦哦哦！不能往回头吃。问题，一烧十块喷出去不就好太多了？啊，那颗就又来，就是他，哇！要这样吗？那不就还好？我前面还有累积足够的大，不然这边不是过不了。躲不掉啊，用蘑菇头躲了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僵直，它颜色太多了。
哇，这么多发。 The key is coming with me. I leave Knack to you, Katrina. 要把我拿走。我刚刚要恢复到他。 好像不用特别用 R 就可以闪得掉了。 都市，撑住啊，纳克！
别！好难哦！躲掉了。啊，算快赢了。哇，出来了。反正是坏人，我还是不想让他领便当。Prepare for departure. They've got the key. Well, we'll just have to go after them then. To the ropes. She's still alive. I'm going after her. We can't wait for you, so go. Don't jump three lines.闪避还在快速近身闪，我困难的时候很喜欢用，但是我后来打这个发现它那个僵持时间太长。Doctor, come on! Oh, you go on without me. Neck, you must find that key and destroy it.博士，你可不能掉下去啊！Doctor, come save me, please. 来的正好，博士精神都来了。Let's pick up the pace, Lucas.Got the world and a certain lady to save. 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收看，拜拜。